好好好，我摄影师跟上了。他停了，停到这。别别跑那么高。要拍点雪场大片吗？好呀，我直接把他衣服脱了。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，我真的，我现在就跟个滑雪板一样。一动不前动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又是一个温泉坐着。哎呦，温泉都不想泡现在。Several days later.买走开点冰箱西街，喝酒开点西街，肉蓝西街蓝空调蓝电视机里拿出来买。